偷袭的好时机，你也爱。哼，你能比我的剑更快吗？是我的过失，差点就铸成大错了。要取其精，先攻唐三藏这一关。唐三藏二弟子猪八戒再恩赐。要取其精，先攻唐三藏这一关。偷袭的好时机，你也爱。你能比我的剑更快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？要取其精，先攻唐三藏这一关。偷袭的好时机，你也爱。你最好有被砍的觉悟。我在这里呀。
修炼之前的能入世，领受七难八苦，又谈什么修道无障？我在这里呀，干脆的，别婆婆妈妈的。这次有俺老叔罩着你，能入世，领受七难八苦，又谈什么？要取其精，先过唐三藏这一关。